一个故事，他是说有一个老奶奶吧，她已经80岁了，可是她得了腺上腺癌，然后到外面去做的时候，她就一直在想，我是儿女的负担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？她甚至想，没有人看到她的时候，她就从楼上跳下去。可是她的儿女们神变了她，她都不为所动，直到有一天，她3岁的孙女儿走上她的旁边，跟她说：“奶奶，奶奶，我已经有